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奥特曼格斗进化。今天咱们选的这一位奥特曼是银河奥特曼，但是他的头啊，他的这个脸长得其实有点像迪迦奥特曼的，是吧？奥特曼啊，咱们对战这个暗黑银河奥特曼，魔化后的银河奥特曼。哇，其实魔化后的这个暗黑奥特曼长得挺帅的，是吧？他这个黑红相间特别艳丽，身上。我走你呀！哇，竟然全部给他磕挡下去了，是吧？这就非常尴尬。我哎呀，他一个地堂扫把我扫了，摔跤了，好漂亮！再来呀！其实这个虽然杀伤力蛮大的，但是喂，他竟然会战神合体，这家伙跟雷欧奥特曼合体了，这家伙、合体过后好像变得很厉害了，是吧？再来一下，没摔到他也，像一样想突袭我们，是吧 ？Perfect。哇，我感觉这家伙长得真的像迪迦奥特曼，太像了。啊，咱们再对战这个暗黑小剑兽这家伙。哇，啊，我都把这个家伙的技能给忘了，他会闪现。也可以说他会隐身。只要咱们把他打到。没机会反手的话，他是蛮弱的。这家伙其实看一看，这个家伙这个速度太慢了，闪摔断你的老腰啊！他这样会不会打呀、啊？哇，这家伙皮太厚了，打了这么久，这家伙。加这么皮这么厚，发个大招，漂亮！哇，但是他的血还有好多的。哇，他好像生气了，是吧？这小家伙生气了。哇，皮太厚了，不能打动啊！这个可以打动了吧？看看他的血量根本不见少，这就非常尴尬。啊，一个扣白腿，然后就把他踩掉一下。喂、哎，哇，他竟然兽神合体了，是吧？哇，好像他的。防御力越来越强了，这样不行呀、啊，是吧？这么强的防御力，咱们得打得着的。咱们得找个机会放个大招，把他 KO 掉。啊，先把他先 KO 了再说。漂亮！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，别忘了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